咱来关心到检方侦办这太极相亲的备案有重大进展哦。检方去搜索太极相亲负责人何国祖、发言人王友仁，还有前台北市捷运局长赖世兴的住所，交出关键的文件。地检署是认定太极相亲团队诈标，张头早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何国祖甲王友仁已经核准。太极相亲的备案已经收押台北市机关赖素如，太极相亲金主听洪德。检方是怀疑太极相亲送交予台北市政府的这投标文件牵涉到造假，搁再发动搜索，除了超出关键的文件，天使何家族王友仁甲听洪德对这件代志拢知影，可能有参加制作这诈标文件，搁加上有盗口供记录，张头早是依照早起为着文书在罪嫌，向法院是申请羁押核准。